大家好，我是文天祥。这期陈明讲堂的艺术实验室我们的题目叫做电影生活。什么叫电影生活呢？我们希望把讲堂带到电影院去，我们一起看电影，而且在电影结束之后一起来分析来讨论我们所看的电影。这里要感谢诚品电影院还有片商朋友们愿意一起加入这次的游戏啊。那除了看电影、评电影、讨论电影之外呢，我们也希望把电影生活当中必然会碰到的，包括了影评、影展、电影奖以及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这种爱恨情仇，也可以在这次的讲堂当中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一起来感受电影生活的激情。